你们看到声音会不会太大？你们看一下声音会不会太大？如果太大，我调小一点，会吗？会太大吗？好吧，开始玩吧，玩玩这个烧五娘。居然接到 live， 太猛了。哎呀，我要玩这个。Shante Risky Revenge， 哦，哎，啊，生活啊，啊，真是饭好辛苦呢啊！自从他发现 Risky Boots 在外头之后，到处都是怪物的。好，总之要把他们解决掉。嗯，可以小跳舞。嘿，是我的头发攻击。嘿，哎呀哎呀，被撞到了。哎呀，如果声音太大，跟我说一下哦。游戏声音给我太大的话，好啊，总算可以行动了。的来灯塔哦，我们在灯塔，可以跳舞，可恶骚，可以扭动，牛。他说他要去找安瓦我叔叔的表演，你要走一起去吗？昨天那个，暂时可能不会玩了吧，因为好结局已经破出来了，对啊，算是破关了吧。哎，美琳达安，哎，那不是念 U 吗？啊？他说那个哦，那个遗迹猎人展览要开始了，耶、yeah， 啊 ！Sky 跟润曲早上都去看了。哦 ，Sky 的蛋，我差点忘了。啊，什么叫 Sky 的蛋在哪里？哦，要去游泳。对吼，应该是 U 吼，为什么念 U 啊？对吼，应该是 U 啊，我念错了，我念错了，抱歉。抱歉，我念错了。好吧，看起来应该太像，也没有人发现，没关系，就当是吧。好，找到蛋蛋了。You got the egg. You too 的 ，You you too 的。哎，因为我是要念 U 吧？不对，我是要念 U 啊，我是念 U 没错啊，我没念错啊，我是念 U 没错吧？我是念 U 吗 ？You too 的 ，You too 的。好吧，听起来差不多，我也不知道我到底念哪一个，可能是我念错了。超强的头发攻击，戳你，戳死你，戳死你！好了，有了蛋蛋，我们走吧。他说：“你真是一个最糟的那个蛋蛋保护者啊！你别怪我啊，到时候 Sky 发现什么的话，啊，然后我们女主角根本就把那个蛋放旁边，根本就放置不理了。”又扭动。不猥亵啊？怎么会猥亵呢？啊，遗迹猎人啊，是他们的发现非常有名。HHIV 啊！对啊。Oh boy！ 啊，今天是猎人展啊，就可以去看有很多帅气的东西。我已经先定了。哎，肥肚子你好。哎 ，Good day， 干。船都要进港了啊，这边要打检查哦。又有一个骚妹子，太香甜。那
是什么让你把你带回舞台啦？那，哎，得到三安，哎，你好。有没有人可以把这个巨人拿走？啊，巨人在这里吗？走开，走开，走开！啊，别打我，打你 ！ADSFN， 把他打倒，可能之后才打倒他吧？对吗？很猥亵吗？你们这些人哦。赶快进去，别闹了。那就是说这个白水晶啊，我这是，他就在讲那白水晶的经过。哎呀，又是一个骚妹子，你太晚了。那这是你应该保护这个城镇，以防犯罪啊。啊，我觉得实习日结束了吧，实习周，哎，太惨了，啊，还是说我的那个，啊，反正就是说这是应该 Sky 吧，照刚刚故事来讲，这是 Sky， 其实这是旧游戏了，这款是2010年当时出在 3DS 上，然后可是只有美国外玩得到，日本没出，然后它最近出在那个 Steam 上，对。它就是这款游戏，就是以骚闻名。这款游戏就是非常非常的骚，对，然后骚到不行，很骚。然后就大家都很期待它上 Steam， 所以最近上了，对，就有人在玩。哎，我有蛋吗？有。啊，这是我的孩子。啊，把蛋给他。你们好好照顾他。啊，放到他都烂了。最好哈，哼，是时候。他还出了三，他总共出过三款的样子，这是第二款的样子。他就说这是我们的任务。对呀、啊。他就说我们现在要打开，这是那个展览会，让大家来看这有什么好神秘的东西、啊。一个遗迹展览会哦，阿拉丁神灯，这是什么？看起来像是油灯。啊，各位啊，这是我错了，我看起来好像啊，我拿错东西了，拍谁？算了，爷爷表演给我们，哎，叔叔表演给我们看吧，快点快点快表演，不行，我是说啊，不重要了。总之，下一个东西，下一个。哎，哎呀，又是一个骚妹子，可恶，好骚！哦哦哦，看来不需要警戒了呢。啊，我刚好下来了。Risky Boots， 哦，这就是这一部叫 Risky 的 Revenge， 这就是那个约海盗的复仇。他说：“你爷爷老是把那些破坏收藏品给弄破坏，但是这个嘛、啊，这次好像不错哦。”他觉得爷爷还瞧不起爷爷的收藏品，这只是个没用的油灯，还我们啦！啊，去去去！你根本不知道那有什么啊！那叫闪人的。他说的油灯很危险啊！你们赶快去抓他。不用，我来。啊，女主角表示。对，这款是有解谜要素的哦。这款并不是只有那个只有骚而已，它是有解谜要素的。啊，哎 ，Risky 不知道跑哪去了，还有他的海盗船。不知道是我漏掉他的话，我就再也没法找回来了。这是我们的船，哎哎，来了来了来了。哟呼！你在找我吗 ？Risky，
啊，我给你最后一个机会，还我油灯，不然的话啊，我就不给你好看了。呼呼呼，他们马上就会不好看了，让我看看你怎么对付我新的力量。哦，你妹，这个不是船吧？这洛克人吧？看来是让我们攻击他吧。是我的头发攻击，嘿，插你眼睛，哎，不是插眼睛啊！救命啊！什么人来了？哎，跳舞！哎呀，干你呀！我怎么对付他？哎呦，痛！哎呦呦呦呦呦呦！哦，插嘴巴都炸他！过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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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黑湾，别过来别过来，他本不多啦，我那天跟兽大两个已经找过了。这是骚骚越南大战，打赢了 ，Not bad， 不错嘛。看来你已经在我们上次决斗中，你已经学了不少，但是没差。只要我有这个油灯啊，我就可以打到那什么那个陆地之类的。啊，直到啊，跟着玩吧。桥没塌，桥很坚固吧？哎呀，衣服破了，啊，没有衣服没破。哎呀，我们的箱体倒了。可恶！放开，让我来。香缇，请请。啊。他跑了。算了吧，把这件事情交给 Sky 跟 Bolo 吧。可是，哎呦，胖子来了。啊。他说：“你就放着让海盗肆虐我的城镇吗？”市长，原来这是市长啊，请你理解，他已经尽可能的做了。哦 ，Ginny 是哦，所以女主角是半精灵哦，女主角是半精灵，我现在终于懂那个 Half Ginny 是什么意思，我刚一开始还没看懂。哦，原来女主角是半精灵，女主角是半精灵，对。他说我们需要一个，我们是一个城镇，需要一个完整的东西，所以你滚吧。啊靠腰，我被炒鱿鱼了啊！我被炒鱿鱼了。什么 ？What？ 我女主角半天被炒鱿鱼了，你不可以，你开玩笑的吧？糟了，我看过很多本，我知道女主角被炒鱿鱼，接下来要去干嘛了？我是认真的。然后这是我最后一个字了。好了，没事了，我很忙。干，我被炒鱿鱼了，他妈的！好吧，哎。但是我想，当我拿回油灯的时候，他就会改变主意了吧？不行，我不让你去。啊，你现在比那个市长还奇怪呢。就说那个油灯到底是怎样嘛？我不能告诉你。啊，为什么？我答应过你的妈妈不能说啊。